我的名字叫徐都贝哈，今年76岁。啊，王不用了，我不会讲了他的名字。啊，79。你们结婚的时候，对吧？先生是怎么问你？没有什么问的，我做主了，我喜欢他。本来没有这样的了，他现在没有力了呢，没有力了，好像他坐那个轮椅儿冲凉，我怕他扶不好他。有的人跟我讲，你去冲老人家去啊。很辛苦嘞，没有什么睡的意思。以前我们不会想了，现在的人好，有钱了我喜欢你了，有车我喜欢你了。现在的人是这样，我们呢，喜欢两个字讲完了，不会的啦。以前十多年好像怕拖这样嘛，怕到24，好像25岁。结婚了。孩子在哪里？我的就两个住在Bong哦。他们多久没有看到你了？这个大过年来，过年你没有来，去我们的舅舅那边，小一个月多来一次。我的女儿没有给我的钱，以前有给50块很多，现在没有了。看什么东西要不要乱乱买了，这样讲了。好像楼下给我有米、有盐啊，那个啊油啊，差不多了，这样了。肥皂啊，洗衣服的。啊，他喜欢吃什么的？他不会紧的，有的吃的可以的，不会掉就好了。我煮什么你吃什么啊。你现在还爱你的老婆吗？有什么爱不爱，他讲我不喜欢他听话我才爱他，有时候他好好呢，有时候想起来好像 baby 这样了，喜欢的很乖，不喜欢的开灯关灯把你爸爸手搭到身上，这样讲咯，他不吵我就好了。我说他老婆没有办法了，不是小 baby 大 baby， 老 baby。 谢谢政府帮助，谢谢，好好，最好人有人帮忙我，我帮忙我就好，政府跟你们来帮忙我也是好。